这么帅呀、啊？我怎么这么帅呀、啊？比王俊凯帅多少？他就被我吓跑了。哦，太棒！哎呀，好恶心。没事，就是他找一下。哎，我说右边帅了，这边。他会说：“哎呀，我好帅，这特别帅。”好了，我看一下，丑不丑？不是我，我这是给你准备的，我说话给你讲吗？那好，谢谢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到台湾再跟你聊，好不好？谢谢。两位队友都练习这么久了，这队长王俊凯到底哪里去了？难不成偷懒去了？他呀，出去有事吧，可能是去看什么皮肤什么的。等王俊凯同学回来，小编总算明白，队长连午饭时间也不放过，居然是去医院处理痘痘了，果真是称职的偶像派。哎呀，别拍这个。都卡掉，好吧。又是。其所谓的退步，上次他说啊，我这次学习考得超级差，让我的班全班前面。低调的嚣张。就说白了，一进来就这个字为什么变得这么少？还有这个突然出现的 LED 灯是怎么回事？其实天气很闷，他一般就这样看我，是特别帅，就这样。比如说，这是王俊凯，我是千玺，王岩是我。啊，我就说王岩，我王俊凯，你看我这是不是长得很贵？是的，是不是特性感？